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技，视频是有字幕的，如果听不清楚可以将字幕打开。今天这个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读片工具是读片压缩。读片压缩的工具实在太多太多了，随便一搜网上都是一大堆，但不管别人怎么推荐，毋庸置疑 Tiny PNG 绝是其中最好的，没有哪一个能比它更好用。就算是谷歌最新推出的这个工具也一样比不过它，所以想压缩图片用它准没错。如果这样的话，好像也没必要做这些视频了，因为它的使用很简单，上传然后就可以压缩了，任何参数都不用修改，然后它压缩出来的图片绝对是品质最好，同时也是压缩质量最高的。但是我们总会碰到特殊情况，比如这个网站的压缩图片是有限制的，最多只能一次性传20张，然后每一张图片最大只能是5兆，整个网站需要联网才能使用，不能离线压缩，所以这就是这个视频要解决的问题。视频篇幅有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博客老郭种树。这里是我的大本营，内容更加丰富。首先来看这两个限制，最大只能是5兆的图片，我这里有一张6兆的图片，就是上个视频3张图片的对比。然后我来上传压缩，看这里并没有压缩成功。然后是20张图片的限制，我这里准备了26张图片，全部拖动过来，可以看到后面的图片并没有处理，并且它也给了提示，也给了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升级版。这是网页的在线版，除非付费使用升级版，不然有很多限制。其实这些限制都可以使用他们提供的 API 来突破。等会我切换成中文，他们的 API 注册以后，每个月有500次的免费压缩，然后没有文件大小的限制，所以我只要找一个接入他们 API 的工具就可以了。这种工具他们网站也提供了。桌面版，这些第三方的工具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在这桌面版中，有的工具只限于 Mac 版本，比如这个，有的 Windows 和 Mac 都有。如果你是 macOS 系统，推荐使用这个；如果你是 Windows 系统，推荐使用这个。这些工具的界面以及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 API 并没有开放更多的其他功能。使用这些工具就要注册这些 API 账户，账户仅需要邮箱就可以注册，可以在他们网站注册，这是名字，这是邮箱账户，也可以在他们工具内注册。我这里已经注册获取了这个 API key 了，其实在他们工具内注册也是跳转到这个页面，我这里工具已经下载，然后 API key 也已经注册，现在可以直接使用了。先来看一下大于5兆的图片，也是刚才这一张，然后拖动过来，可以看到可以压缩，现在在上传，在处理，下载到我的本地，图片已经下载下来了。图片下载的位置我们可以设置的，默认是保存在桌面，可以看一下6兆的图片现在还剩下1.3兆，整体肉眼好像看不出压缩的痕迹。再来上传26张，26一样可以全部处理。所以只要使用第三方工具，然后注册他们的 API， 就能够免费突破这些限制。现在还剩一件事，就是离线使用。这个在线的网站明显是不能在线使用的，我们来看一下工具。我先将网断了，然后上传一张图片，错误，这工具离线也是处理不了的。如果要离线压缩图片，还得使用谷歌的这个产品，很神奇。这虽然是一个线上的产品，但是它主要的特色确实可以线下离线使用，但是它有一个不足，不管在线还是离线，它最多只能处理一张图片，也就是不能批量处理。第一次加载这个网站是需要联网的，只要第一次加载成功，以后的使用
不联网也是可以压缩的。我们现在联网的情况下使用一下，随便放一张图片进去。这个工具同时也可以边压缩边裁剪，本来一张 77.9KB 图片已经被压缩成 36.8KB， 下载 37KB， 我现在将网断了。这个页面依然是可以刷新的，再将图片拖进去，看这里还是可以压缩下载，基本上前面的问题都已经解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等会我会将这个网址以及这个网址以及这个第三方工具的下载网址都放到我做的这个图片工具网址导航中，同时这也是图片处理工具系列的第六个视频，有兴趣的请继续关注。好的，拜拜。